我可怎么办？怎么办？你去死吧！小明啊，小明，你怎么真的死了？法眼看案例，剧中知法理。大家好，这里是经济法眼周末版，我是宁小川。你去死吧，这句话呀，应该是朋友间斗嘴的时候比较常用的一句玩笑话了。那如果真的有人听了这句话就去寻死，那我们会说这人实在是病得不轻了。可是呢，徐小明就真的在当天晚上自杀了。那徐小明是不是也太脆弱了？我在这里呢，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您，徐小明的精神没问题。那么，在他身后到底有什么巨大的隐情，让他为了朋友的一句玩笑话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呢？来，这边请。徐小明是一名私营企业老板，他和李阳合伙开了一家电子产品专卖店。最近公司经营状况不佳，能否转亏为盈？徐小明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一批价值百余万元的苹果电脑上。就在这儿了，货昨天就到了，我都没往货仓放，就怕你们取货不方便。来，都在这儿，进来好好验验货。哎，货在哪呢？货呢？我的货呢？警察怀疑是咱们内部人干的。咱们公司就仨人，你跟你老婆还有我，你什么意思？仓库钥匙咱俩各一把，门上没有被撬的痕迹。昨天晚上我一直在家，我老婆可以作证。这批货款咱俩各一半，我可是抵押了房产，借了50万。你怀疑我也得有根据吧？如果我有嫌疑，警察就带我走了。警察没带走你，那是因为我没跟警察说实话。钥匙曾经丢过，钥匙根本没丢过。小明，咱们这么多年的哥们儿，你只要把货还回来，咱就当这事没发生过。李阳，你说什么呢？如果真是我，我当时干嘛要报警？你是为了转移我的视线。你在别地儿又要开个店，也专营苹果电脑，别以为我不知道。这批货你是压了50万，可里面还有我的50万呢。你这一倒手，从中能赚多少？啊？你好，你去跟警察说好了，跟他说实话，让他们来查我。这事儿真不是我干的，我没什么可查的。这两个人你们认识吗？看不清楚，再放一遍。衣服新买的，哥们儿店里淘的尾货。哎呀，不错不错，挺漂亮的。不认识。哎，小明，你那件衣服呢？衣服？什么衣服？就那天你穿的特帅的那件。还有闲工夫聊那衣服？老哥，你看我新买的包怎么样？又哪儿淘到一货？什么呀，这是我专卖店买的正品，10000多呢。一万多？你没事吧？10000多买一包？怎么了？
你不说你那批货一出手净赚一二十万吗？我一万多买包怎么了？我不想再背货了，跌份儿。你行行行，你真行，败家老娘们。你至于吗？大不了就退了呗。你那批货出问题了？没出问题。我就说嘛，你说了包赚不赔的。是，包赚不赔。就是嘛，瞧你小气劲儿。再跑砸了你店。哎，别，这是我姐夫的店，什么情况？行，不是都还你们二十万了吗？还有十万呢。哥，您别逗了，您谁跟你逗？谁跟你逗？别打了啊！住手！怎么回事？哥没事，哥俩闹着玩呢。没事。哥，听说你店里上新货。是是是。你姐夫有账，回头问问你姐夫去啊！别忘了，走。玉彤啊，你这是招惹谁了？哦，没事儿。哎哥，我听说你公司出事了。没事，不就一百多万的货吗？缓得过来，等公安局破案了。是，我就知道，您跟我姐夫财大气粗的，肯定没事儿。哎，你姐夫呢？这几天不露面了。我姐又拉我姐夫去旅游去了。还有心情去旅游？李阳和徐小明是发小，在李阳心里，徐小明一直是个实心眼的人。可是眼前公司价值百万的货品失窃，一切证据都指向了这个与自己共同创业的铁哥们儿，李阳不能不说是心寒到了家。他怎么也不愿意相信徐小明就是那个监守自盗的人。李阳想到徐小明因为这批货物抵押了房产，而另一家店的经营呢又刚刚起步，在压力之下，如果徐小明一时糊涂做了错事，李阳也许真的可以原谅他。不管怎样，李阳都不希望失去这个兄弟。对不起，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徐小明，你去哪儿了？案子错了吗？还没呢。你出来跟我坐坐，咱哥俩聊聊。好吧。我该怎么办？我做了一件大错特错的事儿，我现在都不敢面对丹丹，他根本不知道我将面临什么。李阳原本以为徐小明在经过几天的反思后要向自己坦白所有的事情，不料徐小明此时却一直在向李阳诉苦，说自己遭遇了多么大的财务危机。这样的谈话出乎李阳的意料，同时却也让李阳更坚信徐小明是在为自己的行为找诸多借口开脱。丹丹要什么我给他什么，这次我带他出去旅游，几乎把我所有的存款都给花光了。你叫我来就会说这个。是啊，我该怎么办？怎么办？你去死吧！在李阳的内心当中，徐小明现在就是一个为了爱慕虚荣的老婆丧失了做事原则的盗贼。多年的友情因为徐小明的这番诉苦，在李阳心中变得是一钱不值。李阳终于决定放下所有的顾忌，向公安机关报案，告诉警方就是徐小明监守自盗，窃取了公司的财物。可是呢，就在这个时候，李阳接到了来自警方的电话。
盗窃案告破了，而结果却是大大出乎李阳的意料。喂，对您公司实施盗窃的作案人抓住了。抓住了？是谁？明天广州那边的货就到，我跟你梁哥明天得去趟外地，到时候你验完货没问题，就把里边的30万转账给人家。好嘞，姐夫，您放心吧。行，走了。其实我都戒毒挺长时间了，那天跟朋友喝了点酒，脑子一热，又被拉去了。原本想小玩玩的，结果……咱好好聊聊呗。原本只打了8万块钱的欠条，可是当他们找到我的时候，张口就要20万，不给就要砸店。我没办法，只好先从卡上取了20万给他们。货怎么就有问题了啊？人家那边说了，你根本就没好好验货，就把人给打发走了。人家是老主顾了，你这不是砸我关系吗？姐夫，您别生气。是这样，我有一哥们儿手里一批更低价的货源，我当时怕被我姐夫发现，就随便扯了个谎搪塞过去。可是货怎么都要上了，我知道我姐夫他们给一个后期公司批了一批苹果电脑，我这真是没辙了。啊，行，好好好，那就这么定了啊。好，嗯，再见。姐夫，哎呀，你怎么才过来啊？嗨，您这衣服好看呢。喜欢啊？喜欢，快借我穿上。你慢点。姐夫怎么样？好看吗？嗯，还行。那我穿出去给哥们儿看看。早点回来啊。好嘞。这臭小子。我就趁这个空隙出去配了钥匙。姐夫，嗯，钥匙给您。啊，放在桌上。我知道姐夫他们那批货第二天就要出货，所以没往大库里进，就跟我一哥们把这事儿一块给做了。我觉得我们做的挺严密的，你们是怎么查到我哥们家的？你们出了停场后就把挡住车牌的遮挡物撕掉了，我们调动那段周边所有的监控录像，认为你们这辆车嫌疑最大，查到车主后我们就在他家外面蹲守了10天。这位女士，注意你的言行。你害死姐夫。是你害死姐夫。你说什么呢，混蛋。姐夫就是太好面，你一天到晚跟你那些姐们说我姐夫多么多么能干，多么多么有钱，姐夫一天为你累死累活的，遇到什么事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刚一跟你说可能要破产，你就跟他吵架跑了。破产？对，我跟银行抵押了房子才凑齐的垫付款，谁想到货被偷了。货丢了就破产？不是还有跟云图开那个店吗？钱都压在货上了，店刚开张，就算把货全甩了，把店盘出去也还是不够，房子还会被银行收走。你不是包装不赔吗？你不是包装不赔吗？单的，单的，你听我说，钱还能再赚回来，
我为了你一定会加油努力，咱们再住两年出租房行吗？还是住租房？我不干，跟你倒八辈子霉了，离婚。丹丹，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这几年吃苦受累我一个人扛着，你除了购物做美容你还做过什么？你怎么说到离婚这两个字连眼睛都不眨？离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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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丹，你走了我怎么办？你去死吧。你去死吧。你去死吧。姐夫都是因为你才寻死的。徐小明的死在此时显得是那么的草率，哥们儿和老婆一人一句你去死吧，那没想到呢却让他真的走上了不归路。也许您觉得今天的故事太过离奇，而在现实生活中啊却真实的发生过这样一件事。2009年4月29日，一家餐厅举办员工聚餐，其中一个员工张某因为喝醉了酒，一再表示自己生活窘迫，没有活下去的希望了。餐厅经理宋某呢，起初是极力的劝说张某振作起来，但是因为劝说无效，最终他说那你就去死吧。张某于是呢立即起身跳进了河里，宋某和同事呢连忙报警，但是张某被救上了岸之后啊已经是溺水身亡了。密云法院呢最后判决啊，餐厅的股东除已支付张某的父母4万元之外再赔偿10000块钱，那餐厅的经理呢就是在极力的劝说后来不耐烦的那位宋某呢赔偿张某的父母6万多块钱。下面呢我们有请本期的嘉宾周宇峰律师和雷鸣先生对今天的案例啊进行分析和点评。这个案子也可以看出法院的这个判决的用心，就是说如果说他认为这个构成刑事的话，那么这个经理肯定要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如果他认为这个经理的这句话跟死亡有直接的关系，那么肯定会判决要承担这种死亡赔偿金啊或者丧葬费啊这一系列的这种费用，这个费用绝对不是这些钱能够掩盖的。你说至于吗？一句话就去死了，背后有什么？心理耐受力薄弱，我们叫心理耐受力薄弱。在我这儿看来，这个徐小明他跳楼并不是直接跟这两句话相关。我相信徐小明跳楼是因为长时间的经济压力和生活压力。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于丹啊，她在生活当中是一个经常会去向丈夫索取的人，没错，不断地去买衣服，然后经常会因为自己的消费，然后反过来抱怨丈夫可能那个没本事啊，挣钱少啊等等。而这个徐小明看起来对自己的妻子应该说是非常的重视，他曾经给妻子各种各样的承诺，就是说我们以后要过好日子。眼瞅着两个人这个房子终于写在自己名下了，我相信徐小明在跟自己妻子说要不咱们再去租2年房，再去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自己也难受。但是身为丈夫在妻子眼中得不到认同，身为朋友被李阳反复的去怀疑，这时候徐小明有可能会一时冲动做出傻事儿。那我问一下周律师，这个徐小明自杀了死了和这句话有没有直接的原因？另外呢就说这句话的人李阳还有这个他的老婆需要负法律责任吗？这个案子是比较特殊啊，我认为呢他属于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像雷老师说的这样，是属于这个被骂的这个人啊心里太过脆弱。他这个骂他的人可能并没有什么主观上的一种很恶意，就像我们平常交流的时候说你去死吧你怎么的，可能也很正常。那么可能这个人太受不了了，那么从这个法律层面上讲呢他不会有刑事上的问题，那只是一个民事上的责任。民事上的责任呢他相对责任也比较轻，责任比较轻，那么他毕竟死因并不是一个很直接的因果关系，最后呢我估计可能会在道义上给他一定的赔偿就不错了。就是我们知道啊，其实在这种案例的有很多种，比如说我们还要把这些事情引申一点，明知道这个人心理上非常非常的脆弱，已经有心理上的严重疾病了，那么你故意的辱骂他或者说怎么怎么样，那么我们老百姓有句话就叫做骂死人不偿命。那并不是的，有的时候确实有这样的案例，就是明知道他这个心理上极为的脆弱，那么恶意辱骂，那么导致他突然间这个病爆发，
那么这种责任是要承担的，很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的。但是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每个成年人都是叫做有行为能力的人了，那别人一句话你就死了，那这个责任不应该是由别人来承担呀？有一些心理问题，比如说像抑郁啊，像这个人躁狂啊，就怕鸡。对，如果一个人长时间处于抑郁情绪下，我是处于抑郁情绪下的，这个时候如果这个雨峰天天跟我这儿冷言冷语，他会加剧我的抑郁情绪，他会让我这个抑郁情绪恶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可能会有突然之间那种想法。对，如果我是一个有躁狂情绪的人，就是每天都处在一个躁狂状态，也怕鸡，有可能雨峰平时几句话一激我，我扭头就去跟宁小川玩命了。然后到时候咱们俩谁出点什么事儿，这都是有主观恶意的。他怎么能扭头跟我玩命呢？不是，我躁狂啊，我躁狂啊，凭什么跟我玩命？像这样的事情，我们说一个人的心理耐受力不是无限强悍的。这于彤呢，他可以说盗窃了他这个姐夫公司的财物，大概有100多万吧。那他像这个怎么来量刑？基本上是1000块钱盗窃就可以起刑了，达到10000就可以量到3年以上的有期徒刑。那么像100万这么巨额的这种盗窃的话，可以量到甚至10年以上有期徒刑到无期这么一种状态。无论您在经济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免费律师服务热线8839-3849，您将得到专业的法律帮助。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请您关注。街上遇到问路人，今天那个妇女给打听，跟说那个附近有没有邮局啊？好心帮忙却被骗。我要是骗你的话，我就是个压娃娃人。金条金佛金元宝，一个大坛子装的金银财宝，转眼全都变石头。我伤心呐、你妈所有的东西都给我。经济法眼下期请您关注，金条变砖头。